越唱越进步了，这个事情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到我们的乐手的眼神时间。我们先来听一段那个我们那个帅气的超级乐手华伟的 solo， 好了，来。为您介绍他手上几个乐器，这个是他这样敲的这个。
Thank you.